我喜欢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好像我什么都没听到，什么都没听到。夫人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我知道你知道之后肯定会生气，我也知道我这么做不地道，但是我不能再瞒你了。来海方的路上，我就知道你不是聂桑宇。近些日子我才知道，你是归海一刀的女儿，你叫季曼。我猜到了你会很惊讶，我也很惊讶，但当时疑点重重，我没法告诉你。我不确定你是不是真的失忆了，我反而在想，你为什么接近我？你为什么突然变成聂桑榆？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有些问题我这两天想破脑袋都没想明白。但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我喜欢你，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想的都是你，梦里梦见的全是你。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这样的感觉，这也是我20多年以来第一次这么渴望和一个人在一起，而这个人就是你。季曼，这是我鼓足了很多次勇气想跟你说的话。无论你是生气也好，恶心我也好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好像我什么都没听到，什么都没听到。你要是敢把我刚才说的话跟任何人说。